这个是蒙松的镶嵌的小怪兽啊，就是贴上去的。这贴上去的是塑料，但是这个公费的话，基本上这个公费就是蛮，就是很可爱啊。这个公很可爱，小怪兽。你像这样子，哎，刚好都是老型。我改天有空再把它拆下来，这样穿上去。跟老星一起串，啾啾，小怪兽，很可爱。这种小怪兽，这种手工镶嵌的小怪兽，其实很受欢迎诶。哎，就是它盘也是会变色，它是蒙松哦，不是绿松哦。好，它是蒙古产自内蒙古的，它石头切的，所以可能会有这种微微的沙孔。好，那就是建议都不要拍，手工镶嵌。那这种手工贴上去的啦，所以它可能还是会掉。那有掉的话，你可能就是卖场上面，我买一个，我卖场上面那个珠宝胶掉的话，就把它粘上，粘连上去就可以了。